整合医院的健保卡读卡机，插入健保卡，启动专属的医疗服务，锁定医院的 VIP 机器人就能够搞定。疫后商机，科技大热门，它可以帮病人，就帮就诊的民众代位。例如说，我来问他说：“哎，我想要去这个小儿科在哪里？”他会就帮他带回到小儿科去。3月23号要开展。这台机器人也即将会在3月23号登场的第八届智慧城市论坛暨展览会场当中和民众见面。一年多的酝酿，智慧这两个字已经成为广为人知，而台湾各个县市推动的智慧城市成果也会在会场当中接受检视。就这个部分的智慧城市 Smart City 在台湾已经奠定了它在国际上的地位，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先发表，然后我们3月23、24会有两天的一个城市的高峰会。2050年，全世界将有70%人口住在城市。除了先前台北市、桃园市后，今年高雄市也成为共同主办单位，共同呈现出智慧成果。今年因为国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尚未开放国境，因此采取虚实方式来进行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是历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城市、跨产业交流。今年我们反而有二十个国家的地区，54个城市。的130个官员，都会来参与，这个也比我们其实前年的往来还更多。23号即将在南港展览馆进行到26号，为期3天活动，透过了智慧医疗、交通、建筑等各种的解决方案，同时也会邀请30个工协会来进行交流，让台湾智慧实力能够汇聚更多能量。联经卫视张云成、黄胜全台北采访报道。